覺其實在賽前嘅冇諗過個比賽嗰時個感覺咁辛苦啊，因為始終個高原嘅氣候咯，同埋個防真草都影響到我哋組織個嗰陣時個情況啦。咁但係最後香港隊個鬥志，我今日係值得去即係其實唔容易嘅，因為始終今日整場波嘅發揮唔算好啦，但係我哋都不停咁去製造機會啦，去到最後可以贏到1-0嘅。今日個好開心，可以喺一個咁艱難嘅情況之下贏到波。今日唔可以話係香港隊一個好嘅發揮，但係最後贏到波，其實呢3分都好緊要。咁今日贏咗場非常之困難嘅硬仗之後，咁當然希望保持住個氣勢一路落去啦。咁始終而家都仲有機會爭個出線權啦。咁即係希望香港隊可以繼續 keep 住個鬥志。咁我相信球迷都滿意我哋今日嘅個表現。